敬天秀就是直播间都是未央哥，这边来压，压高地，高地拔掉，踩一脚，这边来打，林波来击飞，没有击飞到了吗？击飞到了，这边海南这边，哦，一阵被秒了，不要这么紧张，直接秒掉了一阵，哇，直接残血能不能走？一个正，一个二一给他打死了，九成一个二一，一个六打死了，打了不灵换三，开奔狼，回头来闪现直接开。开到了吗？开到了，未央打出一个复活甲，这边还要来想杀未央，这边二一走，马可波罗反转想杀，哇，没杀掉，可惜自己站起来被锁到，可能要嘎嘎了，哎，史莱根一个大招没吸到，有点尴尬，医生这个位置有复活甲吗？不知道，回头点点死了，没复活甲，明道出发的未央打出第二个大招，还能救，还在飞，坦然这边一个二技能，回头一技能没人能帮他，打了一波啊，换四打赢了，只跑到了花海一个人，其他人我去，这都打赢了，那都死掉了。未央这波没有，这未央一诺真的没辜负一诺。对，一诺上去一个大招，几乎这未央这个劲有点秀啊，大哥。然后未央往后撤，因为未央是先被开的，对，啊、下奥顿定的太准了。直接定住未央之后，伊斯塔的所有哇，这波未央打了两个大招，马可波罗帮他打了波拆火，把他走了。我以为未央要走，他反绕回来，转火指你了，这波回头拆，你看回头打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冷，这冷得了吗？冷不了啊！再杀一个花海，漂亮！这就是下盾往前指的后果，这还往前指，太装了，兄弟！我靠，这边开门了，又大招锁到未央，未央都被吸到完了，哎，未央倒。人呢？人呢？兄弟们，人呢？兄弟们，这波感觉不好，还有明刀没事。哇！赚到了，赚到了！有波甲，人呢？三三来送人呢？啊，跟回家踩出来，这边艾斯大招拉空了，回头被踩。未央这个位置也要死了，未央回头打青龙先死为敬。哎，这波还行，还可以，漂亮！这波未央飞了闪，还拉满，下红盾也得死。我的妈呀，这波有点秀啊！只剩一个了，大招应该是刚刚好的，这波未央有点帅啊，这波。这波秀满了，这波真的是双 C carry 的，兄弟们，拉满了，拉满了，这波双 C 太顶了。这波其实是一开始有点错节的，但是后面残局收割的还是非常好的，真的是未央残局收割做得漂亮，马可跟进两个人互相死打死的好，两边复活甲都切的巨快，这两个人下两下三下拉大招拉过了坦然，坦然这个时候被马可波罗，马可波罗反手一个大招直接喊着点一转能不能打死啊？一未央直接切死了我。哇，观众朋友们打赢了，观众们未央哥有实力，观众朋友们赢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，打赢了，未央哥有实力，闪现拉低出了青龙的闪现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观众朋友们打赢了，团战我们不虚的，打团我们真不虚的，知道吗观众朋友们，奔狼开一波，想要开谁，大招要干我未央哥，闪现吸回来了，换了一个复活甲，怎么说我们家这波打不过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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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可波罗直接钻进去，钻满了，没人能跟得上呀，没有人跟得上啊，鲁班大师一个大招，哇靠，这什么大招，大招大空了，已经开了一个一二技能，未央哥后面进来，再 A 再 A 进，这个时候 C 麻了，未央哥有实力，未央哥有实力，还在秀，坦然一二一再来一个一技能，观众朋友们三连决胜，未央哥，未央哥有实力，观众朋友们 C 麻了 C 麻了，都死掉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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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啊，不对呀，不对呀，完了，脚底发光，花海也脚底发光了，来了，能留未央吗？闪现吸到了，未央换了个复活甲，这波能打吗？花海这边还一大马可波罗反手转大，马可波罗这波，哎，这波拉扯的非常好，这波拉扯的非常漂亮，落地再锁再来，嘴哥这边闪现躲掉了，鲁夫纳斯拉还有开了个二技能，还在点，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甲，镜子明刀没死，完了，坦然反杀，哎呀，啊，只跑掉了花海一个人，这么吓人呀 ！A G 的团战 ，A G 的后期团战这么猛啊！完了呀，手里稳稳点掉，踩一脚破大招，再来点，手里有大招，出两个二技能，二技能拉扯，舒服。塔兰卡满了，塔兰这么硬吗？塔兰还不死吗？塔兰死了，塔兰这波该死了，这边花也被秒掉，还漂亮，这波 A G 一个非常完美的团战，高地零换三，下路破上路破。
这个可以，奔蓝又冲了，来了，一直打的奔蓝冲起来，哇，钩子勾到了吧？闪失机会来，秒找机会了，机会，乌鸦破掉被打出来，乌鸦要走，还能走吗？乌鸦转三个，水哥，哎呦，可惜呀，马波没了，马波两次了，都是转了两秒钟，水哥咱们拉开，艾斯这个刀刀没拉住，虞姬奥金的恩典，虞姬尽力了，西渡还是要死，哇，乌鸦，哎，乌鸦投住了，乌鸦把乌鸦全切掉了，死光了，乌鸦真的是 A 乌鸦，乌鸦。塔拉二级的回血没回上来，还是被击杀，漂亮！哇，未央站出来，未央站出来，又打了一个小团灭啊！二换四，二换四，未央牛逼，又打了一个 AG， 传导开的非常漂亮，没有辜负一诺。然后手里有闪的，子阳手里有闪的，亲爱的们，哎、哦、呦，这霸体开的好，依然整，不用死必退吧，咱转三，哎，嘴哥没了，哎呦，这个未央啊，这个未央啊，零换三。未央真是可以了，言出法随啊，手速真的快，哎，不是这儿怎么又进去了，但脱节了，没人能跟啊，这波其实打的是位置是好的，谁跟啊，哇，未央未央未央，兄弟们，我说他禁，他是禁人的禁，没有任何意义吧？没有人有意义，唱反调了吧？真的，太猛了，真的 C， 真的 C， 他什么时候又利用进来了？这个我偏心了吧？拉坦然，但防御塔掉了，雷一炸，依然能走，马布罗大招反旋，一征那边被未央给带走了，未央这里真的 C， 那边想走，想换复活，没换出来，九成的二一技能连到他身上了。刚才是趁势直接进场，这波一冲会一波高地反打打退了，打了一个零换三啊，太强了，是可以破的是吗？哎，什么一诺这里舍命保未央，那未央怎么说，大哥已经为了保你死了，这波要支棱起来，想切青龙，青龙直接被他切死了，明刀回头反杀，他做到了，哇，未央一诺说这波没白死，未央大喊着诺队，诺队已经不是了，诺现在是爱队了啊，一诺 This is for you，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可以的，一诺这次没白死啊，真的没辜负一诺，你看又抄我的文案，这两个解说怎么回事啊，这两个解说又抄我的文案呀、啊，直接定住未央之后，伊斯塔的所有输出和控制给上去，然后未央自己换。真的是一诺这波把同时未央保回来了以后，给他的一波，给他那波冷却时间，让他有一个反向绕后的机会。这两个人真的帅。未央喘息的机会，然后未央缓了一口气之后。